还想拼一遍，那我们要上学了呀。不是，我很想拼一遍，我还想玩一次。你跟大家说你刚刚去哪儿了，谈谈。去跳舞，去学校。他刚刚去跳舞回来，我这边有一个包裹，是我答应他等他跳舞回来跟他一起拆的。里面还有好玩的呢，看。买的这个鞋是Comalo 这个牌子的，我买了一双这种平底鞋，还有一双袜子鞋，这是小宝宝的，可以送给我朋友。因为他现在穿的那一双 home shoe 特别特别小了，就说给他换一个大一点的。对，然后这个鞋我之所以选它，是因为它是这种袜子的样子，特别方便。就是学校的话，是因为必须要穿鞋睡觉。为什么要穿鞋睡觉呢？就是如果发生地震呀，或者很紧急的那种灾害的时候，需要小朋友能立刻马上的从床上起来跑出去。所以说每个小朋友都是要穿鞋睡觉的。如果饭团穿着普通的鞋的话，就是中午睡觉会非常不舒服嘛。所以我就给他在学校就穿那种 home shoe， 这个就是袜子。这个样子的，你就像是穿了一个袜子睡觉一样，特别舒服。而且它这个鞋底，它是有鞋底的，这个也是学校要求的。学校要求，带的 home shoe 必须是要有底的，鞋底上面有这些透气的孔，就如果夏天穿的话呢，不会闷汗，会
非常的透气。这个是小 baby 尺寸的鞋，这个鞋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放到洗衣机里直接洗，洗的时候就直接放洗衣袋里，然后晾干的时候不要用夹子夹，就是平铺给它自然晾干就可以了。今天阳光特别好，我们现在要去 picnic。饭团特别喜欢在外面吃东西。对，这个可以做的。看，我们带了sandwich，这是我自己在家做的，里面是 tuna， 还有这个是小团团的玉米，还有鸡蛋，我们的水果。我们饭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是他最爱的薯条，还有面包。这是中午剩的饺子。还有小丹丹的零食。OK， 吃饭吧。好吃吗？嗯。害怕，很怕 Lucky 还有 Lucky 摔的，外面。你害怕掉到水里面吗？害怕。你也害怕？没关系，妈妈保护你的。那你可以抱着我吗？哎呀，毛细。姐姐也有眼了。没有眼儿啊？这儿呀，这是插头。这是电线呀、啊。这个呀。哦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你猜他愿意跟谁睡呢？他可以选择睡这个跟我一起，也可以选择自己睡一个小的。但是爸爸肯定自己睡这个露营床垫。Room tour, camp tour, camp tour。这个老高级了，这个是我们客房的一个充气床垫，让我们带过来了，是不是特别有感觉？然后这是团团的行李箱，给他当一个床头柜。
这个下面呢就是一个那种正常的 camping 的床垫，是充气的，很矮的那种。我们还带了三个睡袋，就是两个大人一个小朋友的睡袋，因为光盖这个被子应该会很冷夜里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把睡袋拿出来。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本来是打算给小团团坐的椅子，但是现在感觉可能狗睡在上面会更合适一点。好了，等会我把我的兔兔拿下。这个兔兔是放在这儿，照亮的。我要照亮。团团，请你进来。看，请你进来。为什么没有小狗狗呀？因为你最喜欢小狗狗了呀。来，请你进来。好好啊。睡的。睡不着，你还没试呢，你怎么知道你睡不着呀？我又上厕所。你又上厕所呀？可以，舒服点了是不是？不可以。舒服点了。我不舒服。还想吐吗？嗯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要在车上。你要在车上吐吧？嗯，那车上岂不是就脏了？小朋友，你昨天晚上怎么回事？嗯，他很高兴的样子。小朋友，他睡着了。我是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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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大象。我不是大象，我是小猪。我是小猪，你是大象。我就是要让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看一下，这是这个路人录音达人给我们介绍的这个。这样竖着吗？我们实在太奢侈了，拿喝的水来干这个事儿。好，来啦！去玩了。那个河大了。哇，这么大！哇哇！啊，这么大！哇哇哇！哎，它变成两个。哇哇！哎呦，胖胖！哇哇哇哇！走得好远。没有了，你没风，你得稍微退。哎，好好，可以可以。哇！拍了吧！哇！爸爸妈妈，那你就随便到这儿，那也行。那你们坐着吧，坐着吧，好乖。让行。Cheese， 妈妈数一二三。我们现在要回家了，其实预计是住两个晚上的，但是我们只住了一个晚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小团团吐了。你是不是吐了昨天晚上？哎，他吐了之后我现在浑身都是臭的，我现在急需回家洗个澡。饭团也特别臭身上。但是这次看到景色还是很美的，而且我们放了风筝，玩了很大很大的 bubble。 团团你开心吗？开心是不是？我们以后还出来玩吗？呀，那好吧，那这次就这样喽，拜拜。昨天晚上小团团从12点就开始咳咳咳，一直咳到了2点才�睡着。早上7点的时候，感觉又被自己一口痰给呛醒了，但其实他特别特别困。就折腾了一会儿又睡着了，一直睡到了10点，就快要10点的时候才起。今天我不想让他去学校了，就说在家带他。
一来是他起得太晚了，二是他开着了，你很棒。二来是他这个咳嗽什么的，虽然不发烧，但是我也觉得他在学校待的也不是很舒服，所以就在家待了。今天我们要去 Kirkland 那一家playground 玩，因为现在外面没有下雨，他特别喜欢那个 playground 的小电梯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还要给我朋友挑一个礼物，因为他生了宝宝嘛，团团也可以自己买一个礼物。我们今天中午呢就在外面吃了，早上就随便吃一点点面包，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。还有我们买点冰激凌。嗯，可以。对，那边还有一个咸吸管 Salt and Straw， 那个特别好吃，我打算今天给他买一个冰激凌吃。你这个会不会冷啊？不会。你要不要穿运动鞋？不要。那你找个大衣吧，外套，你穿一个外套。这个外套，这个短袖我给晾干了。好。那我给你穿上。我自己穿上。好。我自己穿。好好好好好，你自己穿。那妈妈也穿外套去了。那你穿着我要的吗？跟你一样的。我回头找到给你买一个马的衣服。毛的衣服啊？马的衣服。马的。嗯。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出发。It's a hard thing。不要！不要！别气了。